全带扣上，直接扣上安全带灯号识别位置。啱啱降落咗呢一个名古屋市啦，嚟到呢一个中部机场啦，咁啱啱过关啊，嗰啲都好快脆啦。然之后而家咧，我哋就嚟咗呢度，去到租车啦。咁我哋系大概一个星期之前就上网去 book 咗车啊 ，call 咗价嗰啲啦。咁跟住而家就去攞车。咁我哋就 plan 住咧头嗰三日咧，因为我哋要去高山啊，去呢一个白川乡，同埋去金泽咧，咁就会比较远啲。咁所以咧就租车会比较方便啦。呢架就系我哋架车啦。它是一个很迷你的车，但是是很舒服的，一边是很大的了。跟着我们这三天都要靠它了。离机场没多久，我们就可以来到这个上滑市，最出名就是这只招财猫。呢間係真係專門店嚟嘅，咁我哋啱啱咧就嗌住一個呢個咧就配埋炸雞啦，跟住同埋呢一個就配埋呢個手魚先。快行个 room tour 俾大家望下啦，嗰度咧就系电视机啦，然后有张双人床，跟住就已经系厕所，咁都够大嘅，同埋佢所有嘢都几新净咯，唔错。然之后咧下面咧就有啲。supplies 可以攞啦，譬如有啲 cream 啊、梳啊、牙刷啊呢啲全部都有嘅，咁你用几多就攞几多咁样咯。你都出大眉笔嘅，冇咗条眉，而家要去救急，1.5条。呢个系 local 嘅松本清，哇！我嘅救星喺度啦，首先买翻支眉笔先。你个头好乱，佢唔够高，虽然我都唔好高。O K。
呀，我們現在由高山去緊金閘，車程大概是兩個鐘，差不多差不多。大沿途的風景是超靚。我們現在來到一個天龍園，超級大咯，成個公園。橋之後就可以去到呢一個金澤城公園。非常之新鮮的魚生，咁呢度就是我哋嘅 lunch place 啦，超肚餓，超期待食呢個刺身飯。食飯。好餓啊！好肚餓。呢間叫 Gimono Tea。Let's go。沙比雪糕，冇表情。試下，你試下，唔辣嘅。丁茶屋啦，咁過咗橋咧，就可以去到東茶屋街，跟住有條西茶屋街，好搞笑。呢個就係東茶屋街。是他們的名產來的，買一個回去 24K Gold Mask 1600元300元一份，立刻零粒粒整塊耳朵。來到金澤呢，最出名的東西就是金箔，所以這間手信店呢，周圍都是金的東西。
哋買咗個士多啤梨嘅和果子。哇，好黏啊！哇，佢黏住咗啦已經。哇！唔怪佢俾要俾定紙巾你。啊！甜唔甜啊？士多啤梨。勁中意。嗯，好吃，它的皮更硬韧，因为里面有些豆沙肉，吃了整嘴白粉绿树那样吃，甜不甜啊？甜的是合适的，它刚刚好不会太甜，看它的咬肉啱啱個東茶屋街之後咧，就坐咗巴士啦，嚟到呢一個美術館。不過咧，我哋就唔入去睇啦，咁就喺外面都有少少一啲咁樣嘅展品。都是合掌屋，谢谢。All the way， 行去展望台，真心是劲靓呢度。哇，呢度真系高处咧，就可以望到晒全部合掌屋啊！跟住咧，嗰度咧仲有一條河流，超靚呢度景色。我想象唔到冬天咧，嗰啲積雪咧積喺個屋頂上面，再望翻落去個景象係會幾咁之靚。不過夏天都有另一番景象。因為很多店都收了，所以我們還要做一間拉麵食。酒店特別的地方咧，就係佢有得浸温泉，啱啱咧就浸咗差唔多成半個鐘嘅。咁佢有一個室外嘅啦，一個係熱嘅，一個係凍嘅，跟住仲有一間桑拿房。跟住佢男女分開嘅，呢邊係女仔啦，嗰邊係男仔。但係佢好似講話咧，佢每一日係會調翻轉，咁就可能公平啲啩。啱啱浸完之後咧，而家好爽咯，即係啱啱好熱啊嘛，差唔多入咗個桑拿係90度，跟住出翻嚟之後沖完涼啦，咁就成個人都好 fresh 啦，同埋好涼咁樣。咁但係咧，日本嘅温泉咧係全裸嘅，咁但係因為佢入邊得女性啦，咁同埋即係人哋唔望，唔係應該咁講，你唔望人哋，人哋就唔會望你。啊呢间酒店都几推介嘅。有兴趣知道我哋另一日去咗边度玩嘅话，就记得 subscribe 我个 channel 啦。同埋中意呢条片嘅话，记得俾个 like。咁我哋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